Hello， 大家又继续翻嚟绝对还 DN， 今次就要落呢个外兽嘅洞穴啦。上次讲到咧，就打完咗呢一个嘅贝托呢一个嘅新组嘅干部，然之后发现咧呢一个嘅外兽洞穴有啲奇怪嘅，咁就入去啦。好 ，OK， 而家呢一只嘅呢只叫咩啊？呢只地震鱼咧，其实已经成为主力嘅一半咁滞嘅，一大半啦，因为属性太好啦。除咗草之外咧，其余都打得唔系好痛啦。但系啦，当然啦，草系基本上死紧噶啦。如果撞到草技，基本上死咗一半啦。咁长大奇迹果啦佢，因为佢有专瞓觉咯，好有用嘅。好，行得嚟啦，落流大人啦，原来系好呢个水技好得啦，呢只大嘴蛙咁，当然都系水技啦。好，呢只虫都系水技。OK。装翻装个幸运蛋会好啲，跟住學習装置俾边个好呢？俾鲤鱼龙咧，但系鲤鱼龙冇龙帽真系争啲啊！嗯，俾怪嚟我啦，一系照旧，照旧俾怪嚟我先啦，之后再谂啦吓。OK， 好行得天狗啊，天狗草系嚟噶。冲浪都得嘅，其实冲浪啦，喂高音啦，高音啦，哎高音都唔得，鲶鱼应该打死啩，系啦 ，OK， 鳗鱼、猎斑，我嗰只水系嗰只 ，fit 佢啦，即刻吸佢，吸佢，哇好痛，俾人咬死咗，地震啦，系穿山王 OK， 死得啦穿山王。哇！矿水果咁抌本啊！虽然其实果实好容易拎到啦，其实呢度系好简单就可以拎到啲果实。其实而家只要你有第一粒咧拎去种咧，你就可以有好多粒噶啦。好，详细种嘅方法咧，可以咧去睇翻我之前有条片，有条片就系教你拎呢个咩啊？拎呢一个牛奶啊！拎呢个牛奶，喂！见系呢块饼，呢块月饼咁嘅嘢。好，我哋干部真系太识玩啦，我几识玩啊干部。诅咒呢隻嘢，哇咩事？得翻咁少血嘅我，55咧？呢个有冇怪状啊？有啊 ，OK， 我哋就靠外兽帮我哋。啊唔系，黐线，我唔系带正饭嘅依家。我仲谂住而家大正饭，都慢慢回血添。好，翻回血啦。OK， 好，应该打埋啲外兽洞，我哋就可以打挑战呢个馆主。我相信头先经过上一集，我哋经过上一集我嘅特训之后咧，基本上咧唔会点输啩。即系依家打呢一个落楼嘛，应该系打唔会输嘅，点会输啊？傻嘅。我点解会系呢只噶？呢只好难打喎，黑住晒我成队喎。高音先啦，哇！叶忍斩，好痛啊！叶忍斩，好痛，黐线痛到咧，痛到不得了。你呢个自然力量啦，呢度冰牙啦，冰牙，哇差啲死呢度，阿蛙君 ，OK， 好啦，虽然佢哋嗰啲 level 唔系好高，但系都系会令你消耗少少血量咁啦，消耗你嘅血量，然之后你就要赶翻去回血噶啦，好嚟啦，继续打，呢个游水盖啊，呢个咩啊，双打。我有马士利搞，佢唔会随意攻击人。终于有人嚟到呢度啦，我等得好辛苦，好不容易先嚟一个咧，有实力同埋正义感，我要好好咧玩下啦。感觉咧真系令外号马系你做噶啦，真系无情啦。姐姐咧咁睇得起你，算啦，反正我咧都准备慢慢消遣你。你讲外号马，你见到河马王咩？呢只系王嚟噶，统领住咧成个洞啊，将佢捕捉之后用王嘅命令嚟袭击，咪好轻易咩？而家做啲咁嘅事，唔多咧好好玩。因为喺呢度慢慢等紧揾石板系一件好无聊嘅事嚟嘅，石板，所以我咪话为咗打发无聊时间，我就利用河马王咧袭击呢个镇，咁样落嚟咧一定会有正义
嘅训练加来新章证，然后咧我就要猎杀啦。哦，既然为啲无聊嘅原因，就咧随意破坏呢个镇啦。呢、這个居民嘅宁静生活，你嘅城市人咧真系识玩啊！梗系啦，啱啱喺咧外兽嘅洞穴咧捉到嘅精灵，我系急不及待咧用嚟猎杀你哋嘅正义训练家。高速嘅近身拳，点样高速近身拳啊？输咗啦，好似几犀利喎。不过咧同我争得远，精神干扰，秒杀。嗰人咧系源头嚟，系佢咧冲我呢个河马王咧嚟袭击呢个镇嘅。我精灵已经死咗啦，拜托你打低佢啦。哦，呢个冰之洞穴，我咧好想揾到你嘅。上次有灵马咧，我仲未玩够，今次我真系要杀咗你。好，落楼。呢只胆大赢我啊！呢只应该打唔，呢只胆大赢我啊！其实应该打得赢，佢有超能力噶。阿济，特定欺骗空间。呢度先用河童先，喂啊即杀！咁嗰晚一定系佢最猛噶啦，成队我呢只都慢唔过佢，即系话咧，我哋要用鲤鱼龙啦，当然，因为鲤鱼龙佢有呢一个咩啊，特防高，用龙脑，龙脑，跟住用龙套式 ，OK， 时空结束，时空结束嘅话，我哋用。牛蛙骨啦，高音又开河马，照用呢只啦，系好完美啊！空间铁甲背，咁啊铁甲背就系有水系冰技、水冰岩三个，咁我用怪力我啦，一个威吓，其实佢已经死咁滞嘅，要用咬水啦，我打唔通佢，泡沫啦，泡沫仲痛，因为而家落紧雨。OK， 阿蛙君用冲咯，哇，先制条，差啲俾佢吉死我，叉字符，你用地震念住出嚟，冲咯，愤怒门啊，等我教先，愤怒门啊，命想打死我啊，搞掂啦，一铺过，一次一踢过喺度，啊罗马。久等啊，落流岩石石板龟同灵马龟一样喺深处，咁快揾到，不过系阿克罗马，但我未玩够喎。嗰个训练家咧，稍微有啲劲，又直接我啱啱捉到啊！你只怪物吸嘅光暴，但系对面咧知道训练有数喎，唔通你话我真系会输俾你？输俾啲咩僆仔？科学家会依靠咧结果嚟讨论问题咧，系好件好无聊嘅事。只系咧，依家咧必须咧即刻活翻去，因为翻去啦，系紧急会议。我谂咧可能咧冥王嘅小花嘅招数。我未玩够啊！佢哋咧呢程度嘅训练家后咧会再遇到，到时点样疯狂猎杀？依家先翻去。唉，我知啦。睇嚟咧，佢哋已经走晒啦。我精灵濒死啊！呢下要翻去精灵中心。头先咧操控河马和人唔喺度，估计咧河马都会攻击人。顺便咧翻个镇咧抗一下，带埋我走啊，大佬！净系得你一个。哎呀，我又冇带咩啊？又穿龙绳 ，OK， very good， 好。穿洞绳就喺呢时候用啦，极速翻屋企系啦，应该冇晒啦呢堆人，唔系嗰啲河马应该走晒啦，之后可以挑战呢个道馆啊嘛，呢个虫系道馆啊，哎，隐藏嘅遗迹考察，所以要砌图，哇，咁真系要翻去喎，要翻去嗰个砌图位，黄金城好似过唔到啊，黄金城过唔过到啊？应该未必得咯，试下先。哎，挑战会被震啊！睇嚟咧，反正我同我念后都系冇压力咁 pass。你要去树林啊？我记得咧，最不见天日嘅地方咧，传说都有咧森林，森林嘅神灵咧守护住，都唔知真定假。反正冇所谓啦。而家我想睇下你嘅神灵。你头先先输，你仲想赢我？OK， 呢个雷系啊，雷系啊嘛？你都玩到好耐啊，啲雷虫。哇！搞错啊，咁都俾你打死，唔紧要。哦，有少少失误喺技术上调整失误啫，呢度冲咯，高超鸭，照用啦，高超鸭，呢用高音，高音，高音，卡比兽啊，当然用呢个怪力我先啦，跟住用冰牙。佢而家用紧嘅系，诶，哇，停啦喂！我瞓觉喎，好醒目喎、啊、你都。
鲤鱼龙啊，跟住用龙套色，龙套色，跟住牛蛙棍冲浪，搞掂啦，一下中死，啊，我输咗。系啦，你有冇听讲过咧？呢、這个小西大魔王讲嘅咧就系咧黄金市啊。据说咧以前咧好多训练家惨败喺手上，而嗰啲咧惨败咧被称为噩梦嘅大奶馆，真系想快啲见识啊。OK， 请等一下，可唔可以帮我揾咧带住黑人妈嘅小朋友？佢我哋嘅孩子嚟嘅，我哋嚟观光旅客，但系咧我哋嘅小朋友嘅探玩一时咧走嚟走去，叫佢走失咗，所以咧请你帮手揾啊。成日都话要见雪拉比，唔知咪咧同雪拉比有关。我哋会喺个镇度揾，请你去树林度揾。O K， 得到一个支线任务，寻找黑暗妈的小孩。哦，又系你啊！但系咧，你都几悠闲喎，只系咧，依家不得不成，你都几犀利，所以我要用实力挑战你。你个咩真字啊？一嚟又要用啲咁麻烦嘅精灵，真系咧。你又先，你个 fake out 先，佢助用吸收。用都用唔到啊！佢用大地之力兵技 ，OK 牛蛙君高音好，电击魔地震鲶鱼啦，即刻！哇，你都识地震，土台龟就走得啦，翻屋企咯。土台龟鲤鱼龙啦，大木锤龙套式麻痹佢，麻痹佢，一下都唔中，高音。电击波坐用鲶鱼，问你死未？肩望，跟住地震，鸭嘴，哇！鸭嘴火龙飞脚啦，冲浪，地震，哇！咁都俾你打中，今次咧不得不死咧，你真系厉害啊！依家系你比较强，呢、這个比你咧，提醒一下你啦。喺呢个桐树林咧，我又见到咧莫名其妙黑衣嘅组织，果然每个地区都有啲咧低能嘅组织。神奥地区咧就银河团呢一度咧黑衣组织算啦，你小心啲为妙。黑衣组织就系火箭兵团啦，就系话 ，OK， 好，依家开始已经系咁赢啦。呢度啊，同讲 K 嘅讲嘅唔一样喎，时间螺旋已经打开，仲系见唔到雪拉比嘅。啊，伦达大人会唔会雪拉比已经走咗啦？冇可能噶，呢个螺旋仲喺度，讲明咧，说明咧呢个雪拉比仲未走嘅。树拉比只能通过咧时间螺旋进行穿越喺呢度等啦，一定会翻嚟嘅。根据 K 嘅推断咧，树拉比有强大嘅力量之余，仲有咧穿越时空嘅能力。如果 K 嘅推断系正确，我哋火箭兵团咧可能咧改写历史，你即系话可以翻到咧三年前被解散嘅命运。同埋咧，巴木大人都唔会离开咧火箭兵团。原来呢个就系揾咧巴木大人嘅 B 计划喺上面咯。马翠屈同黑暗妈玩得好开心，马树拉比你要走啦。我送你翻去啊，雪拉比，我哋系朋友嚟嘅，以后会揾你玩嘅。哇，发现雪拉比同埋一个小朋友，开始一步捉计划，排除嗰个小朋友先。明白，出嚟啦，火爆猴，你哋要做咩啊？需要伤害我朋友雪拉比啊？放心啦，我会保护你嘅，黑妈。好痛，我抱歉啊，雪拉比，快啲走啊！哈哈，放弃挣扎啦，靓仔，将雪拉比交俾我哋咧，或者咧你唔使死啊。到此为止啊！呢个年龄啊，净系识恰细咯，真系咧火箭兵团啊！吓，多过下先训练先，但系你真系好中意咧得罪我哋喎！躲上，好、哦、又一场，哇！呢个真系无敌嘅组合啊！呢个直接换重啊，仲使谂咩？呢个直接换做，哇！唔系佢有雷重嗰对面，唔换得，唔紧要啊！呢度用高音，跟住呢度用地震。好、oh, perfect 啦，朝北鼻，索里普呢度冲浪啊，呢只换做鲤鱼龙，呢只用冲浪，哇，有雷，有草技，呢个河童逆太尾巴右手边，啊唔系逆太尾巴朝北鼻，呢度下马威食梦兽，哇，唔系话头先冇中到啊，早知用龙脑啦咁样低能。仲要俾人麻痹咗添，好呢度换翻，啊其实唔使换啦，冇所谓，冲咯，神速精神干扰，哎呀啲难打啦，开始咁就高，啊唔系呢个用冲浪定高音部咧，冲浪啦，一个冲浪一个用冰牙，哇即刻结冰嘅，睇下招冰牙几癫。你真系唔敢相信，又会劲到劲得滞啊！招冰牙真系，
好，完啦咁就影赢我唔到啦，靓仔你，哇，几犀利喎！就等我咧降步之后话俾你听，咩叫做咧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哇，唔系话要打落去啊，改唔到天气喎 ，Oh no！ 佢一次过打啊呢个位，一次过打咁有啲难喎。好，呢度装翻个奇迹果先。李如龙都系啦，装奇迹果 ，OK。因为如果你一次过打晒嘅话，咁唔可以中麻痹喎。系咯，唔中得麻痹喎呢度。OK， 系啦，佢一次过要我打晒嗰两关啊，咁有啲烦啊呢度。嗯，好。嚟啦！呢度先用高音，一个用高音个地震。你睇佢个麻痹真系烦到好紧要啊！黐线，呢度用冲浪，呢个用波回血回状态呢个。哇！个冲浪冲死咗只地震鱼啊！太高攻啦，实在因为呢度李如龙啊，跟住用高音啊。好咁样，奇轮奇咁样的话，高音再加龙露打右手边，哎，又麻痹，真系好吓人憎啲麻痹。点样玩啊？呢个位系咯，除咗地震嗰只嘅啫，除咗地震嗰只冇事之外，其余全部中晒。最惨系佢。啊！我谂到点打啦，我谂到点打啦，谂到点打好。就呢度装奇迹果啦，呢个位置照用幸福蛋。跟住呢，我哋保住只牛蛙军，保住只牛蛙军，然之后，有冇意思？重新嚟过。因为头一阵间咧，佢会再打多场嘅。即系一阵间会打降步，我哋先放地震鲶鱼摆头，牛蛙军摆喺度，同埋绝对唔可以死呢两只，一定要靠呢两只打晒佢哋两个，嗰个双打二人组。嗯，好啦 ，OK， 呢度我哋先用剑网先啦一下，呢度就用高音 ，OK。即系一定中嘅，佢嗰个麻痹真系几乎必中啊！咁就系，跟住用冲浪啦，呢度用高音，一个高音一个冲浪。OK， 顶得住。呢度就冲浪啦，跟住呢只回血啦，冇得拣。呢度唔会去输眼。哇！有草技嗰条。恶咗啲喎，咁样呢度用继续饮奶。哦 ，OK OK， 靠食药打喺度，越强嘅训练家就越要食药个位，咁咪冇晒啦，冇晒咯啲奶。咁啊，佢用草技啊对面，换只河童俾佢打啦。计错数啲咩咯？唔想计错数，呢度用打奇两奇。啊！点解俾佢麻痹咗噶？因为佢有唔惊啊，佢有唔惊嗰个特性喎。呢度用冲浪啦，顶俾佢打死咗，唔紧要。依家佢会用，哇！得翻咁少血，呢度瞓个觉先啦。地震，一个冲浪车死啦，再冲啦！摇篮花，摇篮花系咩啊？摇篮花好似怕咩啊？摇篮花拍格斗嗰啲喎，有草技喎，改翻个天气先啦。跟住用李如龙，亿万吸收，龙吐色，啲梗系唔会麻痹咁惨噶呢个位。冲浪地震。冲浪地震，
冲浪啦。啊，草水系，唔记得咗啦又。呢度用冰啊，结嘅冰，真系结冰嘅啦，几犀利！我即刻解咗，使解得咁快啊 ？Oh no！ 呢只嘢一隻顶住我成队。啊，唔系喎，呢只头先嗰只系咪用钢打好似好啲啊？系喎，头先嗰只应该用钢打喎，再嚟个。双打真系好需要保护，有多一只保护几好呢？多一只保护呢，如果你用地震嗰啲技能呢，或者冲浪呢，你就可以確保队友唔会受伤。而家呢度呢，因为佢而家要打两连打两局呢，所以我啲精灵唔可以有任何嘅伤害。呢个其实可以换重嘅，有咩重可以顶住？冇，冇一只重可以食到雷。换只河洞出嚟先啦，呢度又唔记得咗换重。我唔紧要啦，照旧啦。呢度用地震啦，直接震死阿雷虫先啦。系，我震唔死嘅，竟然下马威飞呢只，跟住再跟住呢度冲浪地震，地震啦。哎呀，麻痹喐唔到，但唔紧要啦，反正都死啦。呢度用翻牛蛙棍，跟住呢度催眠佢，跟住。啊！我谂到啦，呢度用冲浪啊，直接呢度换只鲤鱼龙出嚟。哎呀，又有麻痹，唔紧要，呢度用状态果解咯，牛蛙棍先得杀晒，做两只呢度再用冲浪，呢度换重，哎，算啦，唔换啦，唔换啦，液态尾巴右手面，搞掂，下只。呢度其实可以直接打，因为直接打应该死嘅啦。啊，摇篮花就换做怪力鳄，用冰或者降尾。咁我哋用冰牙先啦，跟住用降尾，再用降尾。OK， 系啦，拍降呢只，跟住哇飞碟啊，鲶鱼咧，跟住呢个瞓个觉先啦。信号光，跟住用结网，再结网，地震。好杀啦！顶都杀唔死，唔紧要，改天地冲浪。下只利多王死得啦，拜！穿山王杀，拜！沙队点会可能噶？我陀陀四个部之一，竟然会输，有乜可能？我已经记实你个名，你个名已经录入咗咧死亡笔记录啦，战斗啦。冇几耐之后咧，就知得罪我大人啦。呢个伦达大有咩后果噶啦？多谢头先救我同雪拉比，多谢你啊！雪拉比我朋友，但系佢要翻去啦。如果冇你嘅话咧，可能俾人捉走，我都可能会死。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个名？哦，以后我咧成为训练家，一定要同你较量一番。呢、這个就系嗰个咩话？嗰、那个未来嘅大哥哥啊！再见啦，雪拉比，以后我哋会再见。我要快快啦，如果唔系咧，阿爸妈会担心我。我即系嚟咧观光旅游，听讲呢度有神明，所以我就过咗嚟。我而家要翻去啦。多谢帮我揾到，真系添麻烦。作为谢礼俾呢个你，换垃圾当垃圾桶啊！我哋头先买咗今日船飞，要翻翻卡洛斯地区，再见，再见啦！等我成为训练家，要同我对战。呢、這个就系嗰个未来你嗰个少年啊，应该佢同雪拉比系 friend 嚟嘅，所以咧雪拉比就利用佢嘅力量咧，带我嚟到呢一个仲未毁灭嘅世界当中啊！好，系咪可以过去？哇！呢只神宠必碎嘅精灵嚟就系好。OK， 遇到黄金城，哎，有人，系你，我哋伊密市见过啊，唔系估唔到咧，你喺呢个森林撞到，你一定系虫系精灵嘅指引，可以嘅话知道我精灵咧一较高下，好串嘅呢个又，高音啦，完全唔需要点样考虑嘅呢只，呢只用高音啦，哎呀，竟然死咗，唔紧要，龙之路，女王风，怪力鳄，冰牙。再冰啊！呢只冰啊！再冰啊！呢只冰啊！个咩？呢只系咩熟我都唔知道，呢只乜鬼嘢熟咧？有啊，我记得头先见到有草技喎，真系唔紧要，挨得住嘅，瞓觉。跟住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，哇！再瞓觉，哇！爆击啦！
唔系话输俾佢，麻痹佢啊兄弟。OK OK， 搞掂。你都系敌唔过李如龙嘅麻痹流。岩石呢只液态尾巴中啊，打我死咗。呢度用冲浪啦，搞掂。哥你比我强得多嘅训练家，上次冇同你成为队友太可惜啦，不过都系好好努力嘅。我同你队友咗啦，俾你害死我添啊！哇，报应草喎，马斯杰巴。好 ，OK， 翻去回血啦。好，咁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啦。呢个进度都比较快，因为咧。升嗰隻唔同嘅宠真係争好远，嗰隻嘅地震镰丸真係帮得下手嘅，真係几劲嘅。好，咁今日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啊，同埋下次咧啊，同埋未订嘅话，帮我揿个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